巴丰特钛合金产品烧色过程。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全，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就是巴丰特老板富哥。今天刚好碰到富哥正在进行烧色的工作，就顺便参观了一下。乔富哥那认真迷人的眼神，就是帅。元太颜色是金主色，似乎还带了点彩色光泽。攀登温度很高，小朋友请勿模仿。加热一段时间后，会先变成金色。继续加热的话，金色就会烧红。而烧红的部分在冷却之后就会变成蓝紫色，因此还要进行冷却的步骤。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再捞起来，然后等待冷却的时间，就是重复相同的作业咯。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烧好的泰罗姆吧。球球那蓝蓝紫紫黄黄的光泽，是不是会让人很想带回家呢？你渴望钛合金吗？那就快找巴丰特吧。我是阿全，我的钱包已哭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